三項措施，包括那個一個工作人員在傳染期去了一個工作的地方上班，那么整個工作地點的員工都需要強制檢測啦。如果是一些本地找不到源頭的個案，我們追蹤回他潛伏期前，不是，應該是發病前七日，那些緊密接觸者都需要接受檢疫啦。還有一些緊密接觸者，如果他已經是一個懷疑個案，即是他有病徵，他的家人都需要檢疫三日啦。這件事我們今天開始實行。